知不知道台北市，如果你没有签的话，你好可怕你！你知不知道是可以罚款的？你现在要干嘛？你要打我是不是？这种穷山的人啊，不讲道理。你看这个路人，你太不讲道理。你应该是要钱嘛？那赔你好了。我没有要钱，我一分钱都不要。我要你先跟我道歉。我跟他道歉过了。我没有听到。我也在吵，也没弄完小孩怎样？你有拦我的小孩？你刚有抓我的小孩？我在路了，在路了。你这种啊，真是不讲法、不道理，大陆人呢、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要多少钱？你刚才说上一句说什么？要钱、啊。没错，我是大陆人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这和大不大陆人有什么关系？请问你，他的狗要咬我小孩，第一，为什么他没有签？第二，我说我要有受伤了就让他去告，不用理他，这种人你每天理。